从薛瑞于2007年参加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而被大众所熟知。不过后来他曾有一段时间没什么表演工作找上门，直到遇到了福琼英才重新获得表演机会。日前他po出了与福琼英的合照，透露当初参加节目走红，2014年退伍后却很少有机会上台表演。当时如薛瑞为了维持生计选择到烧烤店工作两年，后来遇见了福琼英，对方开始带着他一起跑活动上节目，他才得以继续做自己热爱的表演工作。一直到现在他在文中感叹自己真的很幸运能够遇到这么好的人，也很感谢福琼英的出现。而福琼英在留言区回复，这条打拼的路已经走了那么远，那一段无可取代的时光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开心，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还在努力着，今天一定会发生更多美好的事情啊。you